那咱们目前最好的办法呢，应该是先搞一点这种绿植啊什么的，提高一下环境哦。厕所里面得搞一个先吧，厕所门口放一个啊、哦，这边怪臭的哦，环境加5，那还不如贴这个呢，30块钱加个，我费那劲干啥呢？来，贴满哦，来加2，加2，环境加2，再加2，这马上环境指数不就起来了吗？什么叫禁止吸烟网吧？环境不要太好，你小子怎么还吸啊？哦，有些人来网吧并不是玩游戏啊，他是在文本工作哎，有些人来网吧工作哎，你发。你花这个多少钱一个小时啊？我都忘记了，54块钱一个小时来网吧工作，你也是个人才啊，有点东西哦。本游戏包含拥抱、亲吻等情侣间的正常互动表达，无不良引导，不排除可能会引起潜在的单身不适。如果您对恋爱过敏，请在游戏前咨询医生。好家伙，这么贴心的吗？第一次在游戏中看到这种警告啊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网吧进化论》哦，就是一款网吧模拟器吧，网吧老板模拟器相当于啊。我对于网吧那个时代的记忆啊，是存在我应该是学生时期哦，小时候会比较印象深刻一点。我先。大家也都一样啊，那个时候天天想跑去网吧玩游戏哦。这款游戏呢，也许可以勾起我们的一些童年记忆吧。那这边呢有网吧故事挑战模式哦，挑战模式是干嘛？有好几个区域让你去挑战哦，成为这个地方最强的网吧。沙盒模式还没有开放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下故事模式看看吧。这边只有第一章哎，后面呢还没有到正式版哦。2000几年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我童年的时候吧。那个时候我经常站在网吧别人的位置后面看别人玩游戏啊，钱也没钱嘛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游戏哦。这是我们的网吧哎。好家伙，有点豪华，不过这厕所是怎么回事？就一个这玩意嘛，你这网吧搞这么豪华，厕所也不搞一下。来来往往的人群讲述着形形色色的故事。网吧进化论第一章，或许连精明的郑强都没有想到，一款游戏竟然能让小小的网吧人满为患，并且通宵都是满座。一个网管实在忙不过来啊，郑强便让儿子来到网吧帮忙。不过你可以看出他们都在玩什么游戏吗？看他们的手势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在玩那个游戏的，大家看出他的手势了没有啊？按几下会敲一下呢，明显就是劲舞团嘛。不过这个网吧玩劲舞团的人好像不是很多哎。哦，进入剧情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哦，怎么夸张？人太多了是吧？他叫郑浩南哦，有点帅哦。几乎所有电脑屏幕上都显示着同一款游戏哎。你还没见过更夸张的呢，人兽世界开服的那天，人兽世界3、4点还人满为患，还有围观的，网络卡掉线了5、6次。人兽世界是什么鬼？不过那个时候啊，特别是传奇的时代吧，特别火。魔兽世界我倒是没怎么玩过。周围的几个网吧都是这个情况。有的网吧夸张到每个电脑后面都站着2、3个等着的人，那2、3个人之间就有我啊，我就是那种把我忙得够呛。3天啊，就断断续续只睡了不到10个小时。哈，哎呦我操，忘记写作业了。作业都不写就跑过来玩游戏啊，赶紧抓回去打一顿。原来工会里很交作业的就是你们班的呀。工会里面还很交作业的，游戏简直超出了认知，玩起来还有工会，还有积分，还有考勤，比去工厂上班都累。那不过那个时候呢，游戏确实很火，而且那个时候的游戏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好玩，现在的游戏呢玩起来都没有什么味道啊。沙尘屠龙就是传奇嘛，我觉得当年传奇可能会更火一点吧。而且就我们这个片区，因为这游戏新开了好几家网吧，也是每天爆满，太厉害了。要说厉害还是霸你哥厉害对吧，每次都能抓准时机，所以出的小电脑室都扩大成了大网吧。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啊，就几台电脑就能成为一个网吧，就4、5台电脑吧，反正有蛮多的啊，那种网吧。哎呦，你小子竟然还能夸我，去去去，帮小李把这几张海报贴。好的，那我们要正式开始游戏了。 WASD 可以移动， QE 呢是可以旋转哦，鼠标滚轮可以放大缩小画面哦。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臭小子哦，可以暂停吗？哦，上面是有时间线的哦，现在是早上的8:10，按空格键呢可以暂停。哎，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网费是3.5一个小时。哎，3.5一个小时挺贵的吧，反正我印象当中是3块钱一个小时哦。那我们呢是有一些任务的哦，一天内点击电脑升级为20台评级为高级的电脑哦。有这么多任务哎，咱们慢慢来看吧，现在按照它的流程走一下，我还没有玩过。这边应该是砖室哦，有很多东西啊，门啊、柱子啊什么的，还有一些绿植、地板啊，以及一些特殊物品哦。那咱们现在是要搞点墙吗？还是干嘛？哦，不对不对，咱们要贴5张这个人兽世界的海报，在这个里面砖室里，然后找到人兽世界的海报，要贴哪里呢？咱们可以贴在外面嘛？哦，好像只能贴在屋里哦，那就墙上吧。贴在这边休息的区域哦，应该会比较显眼一点哦，10块钱一张啊。这边来个3张哦。
休息区。不过话说这厕所也太小了吧。然后这面墙贴一张啊、哦，这面墙呢也需要贴一张，放这里吧。来，放这边 ，OK。哦，奖励了我们2000块钱，环境加一。好的，咱们运行一下时间看看。那边厕所的气味很难闻，气味经常有人不冲水，屎叠了好几层，而且每层颜色还不一样，顾客意见很大。好家伙，他还形容呢。峰哥，别说的那么详细啊。太恶心了，尿干什么？铲屎吗？那都不用，我上次给老板说过了，他说装几面隔墙隔绝气味，要不你张罗一下。 OK、啊、好嘞，没问题。墙底转角和接头地方用柱子，还有记得装门啊。知道，我又不是傻子。好的，那我们这里呢是要装饰一下这个厕所，我一开始就对它不满意啊。不过这些东西是不是要给它编辑一下？哦，可以拿走。哎，这桌子太多了吧，这里啊乱七八糟的。这边是学习区哦，咱们稍微给它布置一下。拿起来呢，按 R 呢是个旋转的，全都靠墙吧。哎，咱们来这边放几张哦，这边那个消火栓不要给它堵住了，这里再放一张 ，OK。哎，好几个人下机嘞。哎，美女，这两个人挤得下吗？哎，怎么还挤进去一个男的啊？没进去，他们只在门口等而已喽。哎，竟然还排队哎，不错，这臭小子，又来个新的。好的，这个出来了。哎，看这里面的人还挺有趣的。哎，这边有个出去了，他说什么？这里的环境不好吗？他说，咱们可以跟着他看一下他去哪。哎，怎么这边过不去了？行吧，我还想跟着去他家看看呢。哎，破电脑，大家都不满意啊。看来咱们装饰啊，这些时候得稍微暂停一下啊，把这些搞好，先再让时间运行啊。来，我们先装两个柱子，文艺气息加一点行啊。厕所门口呢，是不是能给它堵住？这边再放一个，然后再搞点门。来这边搞个门吧，不能一开门就看到厕所。然后有没有墙啊，哥们？哦，有墙，来个配套的啊、哦。这个墙，这边还差一个哎，哎，这有点很讨厌了、哦。喂，爸，我看很多顾客都对我们家的显示器不太满意。显示器不满意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大头显示器？得换液晶显示屏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事情之前小李也给我提过。我想玩游戏嘛，对显示器要求也不高。玩游戏对显示器要求不高，什么要求高啊？现在周边的网吧都用液晶显示器了，我觉得我们不用换最新的，换次一级就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了。还是这个儿子叫什么与时俱进，还是有一点商业天赋的。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，让儿子锻炼一下。行吧，那我把钱打你账上。嗯，不错。你张罗着换一下配置，你要注意点，配置高了维护费也会高。哦 ，OK。好嘞。我看其他的配置都挺高的，就显示器拖了后腿。哎，放心，我来搞定。好的，换显哦，好家伙，35000哎，直接。请查看目标面板，目标和任务不同，如果不能按时完成，宣告失败啊。那我们这边要一天内升级20台电脑，为高级，怎么升级啊？我这个墙这个还差一个呢，有没有小一点的墙啊？这太难受了。那不行的话，我只能再放个柱子在这边了。这也没办法嘛，也不是不行吧，就这样啊。这个桌子咱们也搞一张再来这边啊。哎，这边不能这么放哦，那还是这样子好了。OK， 这个是承重柱哎，就不能拆的哦。这些东西是可以拆的，有些是承重的不能拆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去升级一下电脑哦。这个人哎，鼠标放在上面可以看到他在玩什么。这个人余额70块钱，但是用户体验好像不是很开心哦。哇，这些都是有钱人哎，什么余额都好几百，100多，好几十块钱哦。这个充值欲望就挺高的。这臭小子搁这看什么呢？让我看一下啊！好家伙，就你趴着看了哦，他只是手抬起来还没敲下去呢，我以为他偷偷摸摸搁这看啥呢？哎，这两台电脑配置很好哎，高等配置哎，这两台就是液晶显示器哦。那我们把这些都给他换了，来点击他一下，然后点这个嘛，哦是哎。这个显示器已经挺惨了，大头显示器。实际上啊，那个大头显示器的分辨率是最高的，就你可以拉，把东西拉到只有一点点，那个显示器分辨率是很高的。那我们先来给显示器换一下啊，怎么换呢？这边是这台电脑的配置，在点击它之后呢，应该是这个吧，更换配置啊，直接置换。哦，这是我们已经配置好的，这应该就是里面这个配置啊，看着还不错，总价6900哎，有点贵吧。当然呢，我们这边呢也是可以自己去更换的，像这些东西啊，处理器啊，显卡，这显卡都是什么型号的 ？UMG 2900，还有内存256兆。那我们直接来更换一下这个配置一看看行不行哦，直接置换。2000多块钱没了，它有些配件呢是没有换掉的，不是完全给它更换了，只是更新了一下。先把这一排都给它换了，它怎么不满意了？哦，他们在上网是吧？我们直接给它换了，它就没得上了。那没办法，我们必须这边先换一排先哦。来 ，OK，
然后呢，这里面是没有人坐的地方，咱们再给它换了。最好还是等别人下机的时候再换会比较合适一点啊，不然满意度不好，客户都不来了。还有没有下机的？哦，这边空着很多哎，都给它换了，都给它换了。来，好的，那这里没有人坐的这几台我都给它换了。好，这几个人直接走了，他、哦、要一台一台换吗？难道？哎，这就有点慢哦，一天时间有点紧哎，现在已经下午一点了，而且换完之后会不会有那个啊？维护费用260一天啊，60块钱一个小时是什么鬼啊？这20块钱一个小时啊，这太贵了吧？这不是写着3.4一个小时吗？客流量，我是客流量啊，一个小时3.4个人啊，什么家庭啊？现在20块钱一个小时我都上不起啊，现在就是10块钱一个小时我都不会去上啊，好家伙，太贵了吧？都走了，都走了，这边都走了，还是等他这边更换完之后，咱们再来更换这些东西吧，不然挺那个的。他好像我不用一个个更换啊。那行吧，那行吧，这边只要人一走，咱们就给他更换了。钱不知道够不够，才给了我35000一台的话，我们反正只能换十几台了。这更换之后差很多哎，就一下差3倍。厕所怎么样啊？厕所我也不是关心这个的，主要是这个厕所太简易了吧？能不能搞几个那种啊，正式一点的厕所？来，这几台再给他换了啊。OK， 2000多又没了。不过咱们收入怎么样呢？会员出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人在干嘛呢？这个人给着吸烟呢，这几个都不是很满意哦，把他赶走吧。咱们得专门搞一个那种区域哦。不过这60块钱一个小时，你们两个忍一下嘛，那两个加起来都不如他一个哦。你们两个才20块钱一个小时呢，一台。游顾客已续费。OK， 这个人直接坐他边上了，他好像也不是很介意啊。有些顾客续费了，好的，更换的差不多了吧？我们可以点击他人看他吗？娱乐项。每个人他的对配置的要求不同哦，有些人只是看看电影干嘛的，他就要求不会那么高啊。有些人要玩游戏，要求就高一点。这几个不太行哎，都搁着吸烟呢。这边再给他换一套，咱们今天的任务先给他完成了先啊，其他不用管啊。OK， 那等到第二天通过人员管理界面再招募一名新的网管，这个小网吧2名够了吧？哦，可能要夜班哦，对。夜班网吧现在这么游戏现在这么火，肯定是24小时营业，网吧都是24小时营业的，什么鬼啊？这些给他换了吧，咱们网吧整体配置都给他升级一下，到时候我觉得得搞个吸烟区。你在这玩就先玩吧，就差他一台电脑了，他边上都没有人坐了已经了。不是说人满为患吗？真不舒服。还有哦，是不是因为有人抽烟啊，所以大家都不在这里玩了？像这种抽烟的咱们是不是给他赶走啊，会比较好一点啊。情绪化，情绪波动很大，劝离吧，就劝离吧，臭小子，走开走开，不让你玩，一点都不文明。我们这边是无烟网吧，你走吧。满意度直接减46，满意度变成零了，他本来就不高啊，满意度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边有人大声喧哗，哎呀，难搞哎，看来一个网吧的经营不是特别好操作呀。那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9点了，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通宵啊？晚上10点嘛。我们等一下看10点之后会不会有通宵的选项啊？通宵不是很便宜嘛，10块钱通宵一个晚上，那大家都是图便宜嘛，晚上去那边啊，学生时代没有钱，有开启通宵的吗？还没有哎，这大佬直接开着机子嘛。有顾客因不满而离开。又有顾客因为不满而离开了，像这种人都给他赶走吧。这些，哎，或者咱们直接单独在厕所这边搞一排可以吗？让那些抽烟的直接来厕所里哦，有没办法？能在这边，哎，直接怎么给强拆了？不行不行啊，强给他堵起来行啊。可以把电脑拿到这边来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，直接拉厕所里嘛，真的是。你们以后在这边玩啊，我把这边稍微给他调整调整。这些都给他拿出去先哦。好的，那我等一下就把这哎，这个怎么直接还在上网呢？我给他桌子拿走了，这里还能再放一张吗？放不了，把这个绿植给他拿出来先哦，稍微移动一下啊，你放这边吧。绿植这边放门口放一个啊，等一下桌子这些桌子我再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。这里给他挡住哦，那些要抽烟干嘛的都来这里面哦，大声喧哗的，臭小子。好的，那这边就这样哦，到时候等咱们有钱了，这里再做个门啊，里面搞点绿植啊什么的。那臭小子大声喧哗的，先给他那个协调换位一下啊。你去这里面吵吧，去厕所门口吵啊，过去过去。OK， 满意度减5，但是没有关系哦，离这些人稍微远一点就行了，不要让大家都不满意哦。你们这些有坏习惯的都进去哦。OK， 还有你啊，你臭小子一直搁着看片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躲在角落里面一直看片哦。好的。最好这里到时候再搞个门啦，这样子大家满意度应该就高很多了吧。
换了位置之后，这绿植好像有点区域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作用啊？我来看一下，怎么呼了6000多啊？一下子啊，这网吧维护费用也太高了吧？绿植可能可以净化空气哦，来给这边浇点水啊，绿植都给它浇点水，不要让它死了，这些臭小子整天在吸烟，一下子就死掉。OK， 那今天应该还不错吧？有收入吗？怎么就剩3000多了呀？我怎么还有一台低配电脑在哪里呢？哦，在这呢，这臭小子一直在上。全网吧唯一一台收费最便宜的20块钱一个小时的被他上了，其他都是60块钱一个小时。你们在厕所门口玩的挺爽啊，大声喧哗，随便他喧哗。怎么感觉大家都不是很满意的感觉啊？都走光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都没有人通宵吗？这个时候应该挺多人通宵的嘛。哎呀，先不管了，就剩4000多了，最后一台电脑给他升级了吧，至少完整一点。有讲椅子我看着挺那个的，这两张椅子是比较低级的，大家坐着不是很舒服。你们两个怎么又开始了？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啊，进去啊，就厕所边上啊，随便你怎么抽啊，来你也去啊，臭小子，进去吧你。OK， 再见啊，拜拜。我决定呢，在这个位置再放一个绿植哦，这样子会好看一点。门口也来一个吧，来这边换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吧，这感觉稍稍有点大。这种桌子卖掉几张吧，感觉没啥用啊，卖了吧。出售价比购买时折旧 30%， 还可以有 70% 的价值，也还不错了。卖掉啊，这个不要了，这边不然放不下，不协调啊。OK， 这里的话这边好像也不协调啊，再给它往里面走一走。好，这样子就刚刚好。门口的话一进来呢就要给它贴几张广告，先来一个人兽世界，再来一个沙尘屠龙哦。这两个现在是最火的游戏，然后外面呢写贴点哦，禁止吸烟得贴在外面啊，贴这里啊，这里贴一个，这里贴一个啊，这边呢都不让抽烟，臭小子，来这边再来啊，然后里面呢应该贴上可以吸烟，吸烟区哦，到里面去吸哦，你们想吸的话，好，完美，通过什么人员管理界面再招募一名，我们一直没有招募哎。并且没有简历啊，没有收到简历嘛，并没有人来我们网吧，可见我们网吧生意不是很好，可能要到第二天才有啊。那现在2点多，生意还挺好的，还可以哦。不过通宵的人似乎不是很多哎。嗯，不错，有一些还挺满意的。不过有一些人一进来就不是特别满意，怎么回事啊？一进来可能看到这两个大帅哥在门口堵着，有点难受啊。可能是这个臭小子在这边吸烟哦。那先不管他了，先赚点钱哦。怎么现在钱太少了，就3000多了，怎么一天要扣好几千啊？好，马上6点钟了，6点钟天快亮了吧？哇，这个时候人还挺多的，凌晨陆陆续，你怎么直奔厕所啊，臭小子？哦，他的是来厕所这边的那个，这个椅子实际上坐的蛮舒服的，哎，特别是通宵的时候。昨天一天感觉怎么样啊？还不错吧？显示器基本上都换新的了，顾客都挺满意的。那我怎么听说咱们店顾客满意度不高呀？嗯，有这回事吗？就有些顾客玩个游戏大喊大叫 ，OT 啦，引怪啦 ，OT 啦，砸桌子，影响周围的人 ，OT 啦，是温州人吗？温州人整天会 OT 啦 ，OT 啦，这样子玩游戏太激动了。提醒，周围的人虽然满意了，他不高兴了。对呀，没有办法的。提醒这种事情也讲究沟通技巧，你什么情商我还不知道吗？跟你妈一个样，伤口不得罪人就不错了。有人啊。给我推荐了一个姑娘哦，有新网管了。不是吧？你要给我换一个号码呀？好家伙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姑娘是你大舅邻居二姨家的外甥女，刚好也在找工作。他话说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不累吗？你好歹先坐下嘛，哥们。这么复杂的关系网络，你都倒背如流，厉害呀！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这姑娘我见过，挺机灵的，比你强。我把联系方式给你，你把她招过来。OK， 行吧。好看吗？天天的想什么呢？人家小姑娘家里不容易，学历也不高，之前在工厂上班遇到些事也不顺利，你们对人家好点。另外提醒你一下，别让她去维护电脑什么的，据说她以前把她二舅家里的电脑弄爆炸过。哦，我们晚八马上要有一个小姑娘加入了，不过不要让她维护电脑，她会把电脑弄炸。人才，人才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新的网管了，我去来招募一下。唐雨飞很漂亮啊，一眼 AI 哦，还不错。维护能力很差，这边有那个，他收银跟服务都很好。这边呢是咱们两个本来的员工李芬跟郑浩南，亲密度是什么鬼啊？这个还有亲密度，不是亲儿子吗？好家伙，维护能力挺强的。这两个男的维护就比较好一点，我们刚好是可以互补一下啊，直接聘用他。OK， 177一天啊。零几年我那个时候去打工啊，
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初中还是什么时候啊，800块钱一个月已经还不错了，177应该是大城市哦，感觉哦。好的，直接让他入职吧。行吧，人呢？让我看看啊，还没过来嘛。不过咱们店环境很差，就98，有点那个，不是很好啊。我打金链子，这一看就大哥，我很有钱啊。看他冲，哎，直接怎么不满意啊？谭宇飞来了，你好，我是新来的网管 ，OK。可以给他安排工作，那就站前台吧。可能是这两个人不懂得接待哦。你怎么直接进去了？搁这干啥呢？哦，我们可以给他休假、培训、解雇、调薪，约他出去休息一下。不过话说，怎么让他工作呢？不要让他这个哦，停止这些工作，你就专门收银哦。你们两个，哪个维护能力强一点呢？你收银很差，你就不要收银了；你服务很差，你就不要服务了，你就专门修电脑吧，就专门修电脑。反正这些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的哦。你们两个去干其他事情吧。你来前台啊，这个服务应该会好一点。看他满意度怎么样？满意直接加4，哎，不错。看来人也是那个哦。你小子直接去里面吧，不写了禁止吸烟了吗？看不到是吧？在他后面再贴一个。来哦，环境这直接环境加2，哎，贴这边啊，30块钱啊。那我直接全贴这个算了，把这贴满哦。那不过咱们最好还是搞点绿植什么的，应该会好一点吧。哎，这边有厕所，常见的蹲坑，还有空调呢。临时价1200，可以摆放一些零食。不过话说，这些椅子实际上没啥作用啊，都给它卖了。我觉得没啥用啊，这椅子有什么用啊？放在这里碍事，也没有人坐啊，也没有看到有人在这边学习干嘛的。有两张在里面够了，吃吃泡面干嘛的？那咱们目前最好的办法呢，应该是先搞一点这种绿植啊什么的，提高一下环境哦。厕所里面得搞一个先吧，厕所门口放一个哦。这边怪臭的哦，环境加5，那也不得贴这个呢，30块钱加2，我费那劲干啥呢？来，贴满哦，来加2，环境加2，再加2，这马上环境指数不就起来了吗？什么叫禁止吸烟网吧？咱们直接改名禁止吸烟网吧好吧，全都禁止吸烟哦，环境不要太好。你小子怎么还吸啊？走，去厕所门口慢慢吸哦。还搁这吸呢，没看到这么多禁止吸烟吗？行哦，通过咱们的不断装饰呢，咱们网吧的环境呢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了，非常高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要通过什么网吧管理策略面板下面的禁止吸烟区设立10台禁止吸烟的电脑，要10台啊，在哪里啊？右下角这里吗？哦，有娱乐区、电竞区，电竞就是大家会比较吵一点哦，文艺区就是看看那些小电影啊什么的啊、哦，设立禁烟区，来一个行啊、哦。这个是让吸烟还是不让吸烟啊？这应该是不让吧，怎么全让他下机了？不好意思哦，你们可以进来吗？这几台先给他那个了，这没人坐的先给他点了，不然会影响顾客的。好，这几台应该就不能吸烟了，怎么把这几个顾客赶走了？好家伙，等一下啊，趁现在没人赶紧给他点了。好，这里面全都禁止吸烟啊，这里面啊，不错，那可以吸烟的只有在这里面啊，就在厕所门口这里啊，良好的环境啊。哎，这里有个臭小子在后面看，哎，看他玩游戏，他在看什么？他在看酷优视频，哎，好家伙，臭小子后面有个人在偷窥，不错，咱们玩。哎，你小子怎么还在吸啊？可恶啊，不行啊、哦，这刚好这边有个漏网之鱼，你就逮着他来是吧？你去里面啊，里面都坐满了，那不过也没有办法了，怎么这标志这么多，大家就遵守一下吧，这边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有赚钱吗？怎么还是5000多啊？感觉，哎呀，钱不好赚啊。不过大家呢，目前满意度还不是很高哦，咱们得调整一下价格了。哎，搞一点什么会员充值活动啊，或者调整一下价格看看啊。现在有点贵哦，咱们都是顶配电脑还是高配电脑啊？我们是高等配置，哎，我们全都是高等配置哦，全都是高配，60有点贵，大家都不满意哦。如果调低一点，哎，每小时加2，54，调到50呢？还是加2，那我们就低一档哦，应该是最划算的、哦、那我们来个加2吧，54好了，每小时加2，大家都非常满意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厂家联名活动、啊、哦，打广告，哎，每天可以获得退款费用1000块钱，不过要顶配电脑才行哦，这些都是有条件的哦。充值活动呢，充300送50、啊、直接来一波，开业第二天充值大分送，充300送50哦，会员活动直接开启。哎，门口直接树立了一个这个，可以哦，不错。那先开始营业一下看看哦，咱们现在满意度46，它会上涨吗？哦，有哎有哎，这边有在慢慢加了，已经到49了，还可以哦，那咱们就慢慢加呗，就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哦。你们两个在厕所里干啥呢？面壁思过呢？好家伙，没事去帮帮忙，扫扫地啊，修修电脑干嘛的？这大喊大叫的，有没有禁止大喊大叫的东西啊？你直接去里面啊、哦，去厕所里面喊哦，这里面都不是什么好人哦，外面是和谐的区域啊，你们就不要在外面搞事情哦，要搞事情去里面哦，特别可口品牌。
邀请你进行广告推广，持续三天，特别可乐，饮食收益翻四倍。不过咱们现在没有饮食哦，先放着先哦。我们没有那个，哎，咱们可以准备一下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有10000多了。来，我来门口这边摆一个卖卖饮料什么的，1200哦，咱们现在可以摆这个了。放哪里好呢？这里放一个，然后呢，在它背面再放一个，这样子大家可以买点零食饮料啊什么的，还不错，多一份收益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再去把这个广告给它接了，联名活动哦。来，开启，它会干啥呢？哦，又有一个这个。只是一个广告牌而已哦，行吧。咱们是在什么路啊？新厂路5-26号、啊、OK， 那还不错，咱们现在井井有条的运行着，小哥哥坐我边上开心，哎，大家都很满意哦，可以。那接下来呢，就等满意程度到达80哦。哎，这边还可以调整我们的网速，哎，升级网速。当前网络费用每天是100很省吧，不是很高，升级一下看看。每天300基础套餐要5000的安装费，来一个这个先哦，最低级的先哦，升级一下先，咱们网吧的体验呢就会更好。有些人看电影呢会很卡的，干嘛的，玩游戏啊，网络不流畅的话也挺难受的。服务给他搞起来，深夜网吧里的人渐渐少了。哎，唐宇飞睡着了，郑浩南跟唐宇飞看来有故事要发生哦。你小子干啥呢？轻轻的走过去，随手拿起搭在边上椅子上的衣服给他披上啊。哎，吓他一跳，唐宇飞惊吓，反应属实有点大了。没什么，我怕你着凉了。嗯哼，谢谢。不过熬得住嘛，一天工作这么久也不行吧，至少分个白班晚班呢。哎，他好像有什么反应过这么过激，可能之前有受过什么伤害之类的哦，说不定是哦。你们话说到底多久没睡了？反正我接手网吧是3天，这臭小子就没睡过是吧？哎，我觉得咱们得给网吧配置几台啊，就是特别好的电脑，你们说怎么样？让我来看看啊，怎么才能配出顶级的电脑呢？怎么还有7000多，看看能不能搞一台啊。来个最好的 CPU 2000多 A6 处理器，第六代双核处理器，来一个，哎，已经是这个了。显卡呢？显卡290，玩人兽世界劲舞团这些都是那个完全没问题哦，包括看酷优视频也是哦。哦，内存还差点哦，内存还差点意思。内存换个最高的，某些硬件等级相差较大时对整体的性能略微有影响。显示器不够，我刚换的27寸 IPS 显示器，好家伙，那个时候有27寸的那显示器吗？这个机箱很帅啊，来一个哦，显示器再来一个，直接来一个29寸高清显示器哦。OK， 顶配了，直接设备报价3291，直接来一台哦，升级一台顶配电脑先，我这超爽的。这显示器好家伙，至尊 VIP 80块钱一个小时，可以哦，这是咱们网吧的头牌哦，花魁那个叫什么鸡腿，对，顶配。好的，那我们这台配置呢弄好了，吸引力是70，这些吸引力就很差，只有26啊，所以大家都会选择比较好的配置去玩。80块钱一个小时，不过现在我们网吧模拟器啊，那你主打的就是一个代入感吧，我觉得你没有代入感的话就玩起来不是特别的那个，不能勾起大家美好的回忆哦。这个人搁着看啥呢？抱着双腿搁看视频呢，酷优视频果然是。还可以看他们每个人都在干嘛，这个人反而看不到，无所事事，顶配的也不知道在干嘛呢。你拿个顶配的电脑不来个人兽世界这过得去吗？是吧。哎，有人在买我们的零食，来，买了280的东西，买什么了你啊？好家伙，你搁这逛超市呢？有点东西哦，把我这个货架买光都不止280嘛，都不用280哦。有些人来网吧并不是玩游戏啊，他是在文本工作。哎，有些人来网吧工作，哎，你花这个多少钱一个小时啊？我都忘记了，54块钱一个小时来网吧工作，你也是个人才啊，有点东西哦。早晨，郑浩南收电脑桌时发现有一个信封啊，是谁掉的？哦，好多钱哦，20000块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不认识钱吗？不知道是谁掉的钱？哦，没什么，区20000啊，咱们不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吗？差这么点钱啊，真的是。我现在网吧有25台电脑还是几台啊？平均下来60块钱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算1000，10个小时就10000啊，1天20000就来了，我差你这么点钱啊，真的是。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有人来了，两叠捆好的。好的，那就是你的，给你吧。不过网吧里面应该有那个吧，监控吧，可以看一下。你不小心点，揣那么多钱在网吧过夜。说着，郑浩南从柜台里将那个信封拿到他手上，中年人如释重负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这钱是我借的，舍不得住酒店，所以就在网吧凑合一晚。凑合一晚？
你还是去酒店吧，我觉得这个草木网吧看着也不像坑穷人的地方啊。你们的酒店应该蛮贵的吧，我感觉。那你收好了，别再丢了。哦，拾金不昧哎，获得锦旗哎。那咱们今天就稍微来体验一下吧，游戏内容暂时不是特别多，而且我觉得价格呢好得调整一下，一下好几万，一下好几万，就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啊。那不过也还行啦，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吧，带大家稍微体验一下这款游戏啊。哦，机甲战神哎，机箱和性能无关，我应该是知道这回事的吧。那咱们今天的游戏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吧，这里啥戏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哎，不过他边上就有酒店哎，你去酒店吧，哥们，揣着2万块钱，上80块钱一个小时的话。